这两年很多公司开始改变办公模式，员工有时会回公司，有时又留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， 甚至随时随地工作 work from anywhere。 企业除了传统一人一台一台一电脑的工作环境以外，还可以配合多变的工作模式，除了可以提升员工的生产力，还可以更好地运用办公室空间。 HP Workspace Solutions 提供多种办公模式解决方案和服务组合，迎合不同企业和员工的需求。 HP 的方案针对主流的工作模式分了三大类别， Mobile Working、 Hybrid Working、 Fixed Desk Working。 先讲讲流动工作 Mobile Working。 以销售部同事为例，他们经常在外面见客，又不时要同同事开会，他们不止 work from home， 可能还会 work from cafe， 需要去到哪做到哪。电脑配套就一定要够轻便，必须保持连线上网，效能要够高，确保参与视像会议的时候有顺畅体验。 HP Elite Dragonfly G3 商用笔记簿型电脑轻巧和效能兼备，最适合流动工作环境，起始重量不足 1kg， 可以轻松带起身周围去，搭配获 Intel Evo 平台认证，配备第十二代 Intel Core i7 处理器之外，还有 13.5 寸 3:2 超明亮显示屏。 HP Elite Dragonfly G3 又配备 Auto Frame 技术的500万像素镜头，以及 AI 人工智能光操技术 2.0， 加上 B&O 音响技术，开视像会议都有清晰音效，就算去到室外嘈吵的环境底下开会都不影响进度。还有 WiFi 6E 和可选配 5G 连接，如果想在外面工作更有效率，只要配上14寸全高清 IPS Ultra Bright 防远光的 HP E14G4 便携式显示器就可以。要找资料或要 present 给客户，同样得心应手。 HP E14G4 便携式显示器厚度不够 4.75mm， 用一条 USB-C 连接线就可连接电脑，亦可同时用来充电，而且又可调节支架，按个人调校合适角度，视野多了，工作效率自然就会高。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混合式工作 Hybrid Working， 员工可以弹性选择上班地点，办公室不再需要每人一个固定座位，反而是多了一些共享空间给同事协作交流，上网开会 present。 企业在这种模式底下就需要配合大型显示器，同事简单连接平时用开的 laptop 就得，亦不会占用太多位置。 HP EliteBook 840G9 商用笔记簿型电脑以高效和全方位安全性见称，它搭配第十二代 Intel Core 处理器，同时获得 Intel vPro 平台认证，加上14寸 16:10 显示屏，音效亦有 AI 人工智能光操技术，解决四围嘈杂声音，全面提升视像协作体验。另外不得不提 HP EliteBook 840G9 商用笔记簿型电脑来自 HP Wolf Security， 包含多项 HP 专属技术，包括自我修复 BIOS 的 HP Sure Start， 利用 AI 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新一代防毒方案 HP Sure Sense， 以及透过建立微型虚拟机器阻截恶意攻击的 HP Sure Click，用户无需额外成本，已经获得最大安全防御保障。34寸解像度达3440×1440的 HP EZ34C G3WQHD 曲面显示器，配备 99% sRGB 宽广色域，色准达 Delta E 2，倾谈内容和细节全部一览无遗。HP EZ34C G3 只需要一条 USB-C 线就可以充电和连接荧幕，方便会议讨论。这个曲面显示器亦具备整合式500万像素视像镜头，内置降噪咪和喇叭，一瞬间就将普通屏幕变成专业级视像会议空间。最后就是固定办公 Fixed Desk Working。在办公室里面，有些工种必须有强大性能的电脑才可以应付到，例如图像设计、影片剪接、数据分析等等。选用 HP Elite Mini 800G9 桌面个人电脑配 HP E-Series 显示器就最适合这个模式。这部机是超小型可挂式桌面个人电脑，
挂喺 HP E Series 显示器背后，绝对唔阻空间。配备第十二代 Intel Core 处理器同 Intel V Pro 平台，效能强大。如果选配 NVIDIA RTX 3050 Ti 图像显示卡嘅话，更加可以同时支援最多八个显示器。HP Elite Mini 800G9 采用 HP Run Quiet Design， 可以确保系统安静凉快咁运行，长时间运作都唔怕过热，生产力自然可以提升。配合埋三面微边框嘅 HP E Series 显示器，组成特大屏幕墙，咁就几细微嘅细节都可以睇清睇透啦。显示器尺寸由23.8寸至34寸，亦有全高清至 QHD 不同款式。HP E Series 显示器内置 Always On 蓝光滤镜同不闪烁荧幕，仲有 HP iEase 护眼功能，让眼睛保持舒适。HP Workspace Solutions 涵盖各式各样的产品，无论企业行紧边个工作模式，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装备。除了装备之外 ，HP 亦都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，例如设备管理，出厂前已经帮企业安装专属设定、遥距同上门技术支援，甚至可以因应企业不同的情况，提供个人化 IT 服务。HP 可以由硬件配置、系统管理保安，以至日常和突发技术支援等等，为办公室转型的企业提供合适方案。